我哋嚟整 bagel， 倒豆奶，加糖，加盐，加酵母，加无糖朱古力粉搞下佢，加高筋面粉，筛筛筛筛筛，搞搞搞搞搞，搞到睇唔到形体，搓成团，冚盖15分钟，拎出嚟搓下佢，放翻盘入边，冚盖30分钟。可以放杯熱水幫助發酵，拎翻出嚟搓成條狀，分濃夠。將面團壓扁，由外往中心折埋，捻起塊面碌圓，冚蓋休息10分鐘，碌成橢圓形。一邊整鋸齒，容易黏合，捲成條狀，其中一邊碌成片狀，將兩邊包起。放焗炉发酵45分钟，煲糖水，糖水转细火，放 bagel 正面煮上5秒，反面再煮上5秒，预热焗炉到200度，焗10分钟，反面再焗5至7分钟，完成。哇！